寅八岁能咏诗，密七岁能赋棋。比寅戊人称奇，尔幼学当效之。译文：北齐人祖寅八岁就能咏诗成章，唐代人李密七岁就能对棋赋诗。他们两人从小就聪明好学，人人称奇。你们正式开始求学的时候，应当以他们为榜样，好好的学习。